这段期间呢，我知道你们都会很累，没有周末，也没有休息日。别抱怨练习的时间太短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歌词记不住，不敢大声唱，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，只会妨碍你们进步。既然决心要变得优秀，那就拿出你们的干劲。不管你每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通通大声唱出来。未来几个月，我将会和你们一起。觉得自己跳得不好，就加把劲，一遍一遍的练习。听 beat 的时候要专心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这里不是你一个人的舞台，你们是一个团体。加油加油！你们真的想要实现梦想，现在都咬牙坚持住。你们要付出130分的努力，才有可能得到满分。1、2、3、4，真的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，感觉就是病，就不要说别的，下定了。每个人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呈现舞台，我们必须加油，越努力越优秀。我是教练徐明浩，我是教练阿福杰明，青春有你，未来可期。